嘿，大家好，我是Sing。好，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熊浩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右上角这一套装备。这套装备呢，是我在那个我们的那个推荐装啊，第一名哦，第一名看到的装备。那其实最后一件装是出那个冰袍啊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之前啊遇到一个凡恩啊，蛮强的啊，他给我带什么？他就是给我带这个那个。撒旦之风啊，但他的出装不是这样，但我把他最后把他改成这样。那我发现呢，我试用了蛮多场哦，下来发现凡恩呢很容易的，就是最让人诟病的点在于他的续航力哦，他没什么这个吸血能力哦，那所以呢，他容易呢就是打一打会战打一打，如果残血就可能必须拉掉啊、有点危险，如果你没办法黏到人的话。但是这一套装备呢就可以弥补这样的问题，那有缓速，有暴击，有攻速。该有的、都有。那么对抗的是佛伦，那佛伦呢在前期已经先被我跟提米这个双人包夹、双人夹击直接夹好夹满哦，夹回家了。那提米呢在这个版本呢哦也是相当的烦人，是真的很烦啊。如果你对线了、遇到对方是提米的话，你又很麻烦，因为他那个大他那个一剑就直接给你开过来，那你也拿他没辙。对，那再来就是。他呢都会带蓝宝石，然后让队友呢怎么样？哦，有这个加钱的效果。那这个佛罗伦哇，这佛罗伦还是不能惹啊！就算单杀他一次，还是不能惹，有点痛，真的太痛了。这阵子必须回家啊，必须回家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这边的话往其他路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波吼、对方的鱼人呢直接被我们逮个正着，闪电侠开启大招，还有附带一个佛罗伦，这个大招直接歪掉。不过理清情意重，意识到就好。哦，这个也是算是对对方的一个致敬哈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的话呢顺利的哦收掉两只，搭配我跟闪电侠直接上塔，看能不能给他拆下去。那凡恩呢比较令人诟病就是手太短哦，拆塔一定要贴近塔内拆才行。但凡恩拆塔速度其实蛮快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貂蝉，貂蝉好，他阻止我，看样子我没办法，没办法拆掉那个防御塔了。那防御塔剩下一点点，那这边这时候林地靠过来了，我先一个黄标晕住之后，哦，这个哦，完了，佛罗伦要冲过来吗？要冲过来吗？可以看我们队友呢在旁边虎视眈眈啊，你知道吗？而这个林地要进草丛，我有点危险，但我想要定他一下。我们队友呢给了我们视野之后，往前一个黄标，好，血量非常惨，但是还是顺利的、收掉了林地。那大家呢可以去试一下这一套装备，因为我觉得这套装备真的很好用，而且凡恩呢在这个版本呢我觉得是可以出的、因为凡恩呢可以搭配着你的队友呢做一些强行的控场进攻哦，但前提就是凡恩呢没办法在前面哦一打一的时候打太凶，除非你队友来帮忙。因为如果呢你没有任何视野，然后也不知道对方在哪，那基本上因为你的控制键只能控制一个嘛，那所以对方如果冲过来的话很有可能直接把你抓掉，但是也有可能你控到他然后跑掉。那像我带的是疾走鞋，我比较喜欢玩凡恩带疾走鞋，因为这个拉打效果会比较棒。你可以看到这佛罗伦过来，只是过来哦，看一下头露一下就嗝屁了，你就知道这套装备其实在前期也是很给力的。但再加上呢你中期的时候出了一把圣剑，在攻速的这个支持之下，你的圣剑的暴击触发的效果更快啊。好，那而且呢圣剑呢还有这个就是射手的拉打力嘛，就是如果你暴击的话呢哦可以加你的跑速，那在凡恩呢本身的这个大招如果打到人可以加跑速，是蛮不错的，再加上我自己又带疾走，所以整体而言这一套装备呢再加上哦凡恩的特性，再加上这个调整技能，非常好非常好哦，这不会让你这让你有更多的操作空间跟余地。你可以看到我这边一个完美的哇又个空大，不过没关系，人生不用太计较，我们最后杀得掉就好。好，最后心摘得掉就好。OK， 好，那边迅速的再把这些、对方的野区给收一下。那佛罗伦呢，现在基本上也不是我对手。那么现在呢，已经快变成凡恩大魔王了，算是蛮凶猛的啊，蛮凶猛的。来把兵线都给洗掉。那凡恩呢比较麻烦，就是在中后期打团战以及拆塔的能力上不如很多的射手。这边一个黄标绕，好打到旁边去。好，不，没关系，我们这边再追。提米晕到，给视野，好，直接死去 ，OK， 没问题。那凡恩呢？因为他的攻速啊，其实每一下基本上、应该是每一下都可以触发到龙骨剑呐、所以凡恩在前期带龙骨也不错，那加上切坦能力也可以 ，OK， 全部都直接粘上去。来看一下这个，
这一波没有兵线，有点麻烦，有点麻烦，拆不掉。那我们先走，你可以看我们血量掉蛮快的。那一般的射手，其实在出到这个第二件装的时候，吸血能力啊就已经算不错，但这边吸不太起来，而且对方的哇，佛罗伦是差点就把我碾死了，还好还好，我顺利的碾到他，然后再把他收掉。因为你看我们的这个提米啊，完全没办法可怜我，可怜我给我一条命，你知道吗？我只能靠自己啊，你知道，非常非常可怜啊。OK OK， 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再把队友的野区给扫一下，反正对方野区都被，哎，奇怪，我们队友怎么全部死光光了？转眼间啊，一瞬间啊，只要看你一眼，一瞬间啊，队友全部嗝屁屁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波的操作，我们借由着鱼人，你可以看好，鱼人在我们龙骨剑的这个发威之下，快嗝屁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有没有小心的是后面的貂蝉，所以我们开着疾走哦，不要被他抓到。OK OK， 那这边的话再疾走，躲掉貂蝉第二次冰冻。那这边貂蝉被闪电侠抓到之后，我们粘上来一个普攻直接带掉。那人血量真的有点残，势必得回家。你可以看到，就我们带疾走，能够连续的快速的两次躲掉貂蝉的进攻，所以我觉得也是可以看对方的阵容决定你要带疾走或闪现。但我个人呢、啊、比较喜欢疾走。好，这边看到貂蝉在我前面，完了完了，我们队友又死去了，哇！你可以发现的就是比赛来到十几分钟，突然队友好像疯狂的把命都又一只被抓到，又一只嗝屁了，完，现在又剩我一个人了，我现在一个人要守住对方这一波，这一波人啊是有点难受啊，越难受，这队友不能再死啊，不然这样不是办法哦。那对方貂蝉太控，所以我还是选择换成魔防血，不然一开始我都出攻速血，攻速血出来就有 25% 的这个攻速，算是 very good deal。那上路呢，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啊不分青红皂白就在拆我们家的塔，坏坏啊，坏坏，我们去给他一点教训啊。对方飞的，上吧上吧上吧，提米抓到抓到啊，完了，差点就被冰到，还好眼明手快，你知道吗？那这边我们就有龙骨剑那个冬日战斧，所以直接粘好粘满，鱼人大招推起来，我们小心一下对方符箓人的位置，因为符箓人还是有可能直接冲进来把我们干掉了，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，因为中后期的符箓人其实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很恐怖的，我完全不敢怎么样，不敢去对他，你知道，轻忽他，因为我已经被就是经济差我大概一两千符箓人吊打很多次了，太厉害，那个会玩的真的是太厉害了，守也守不住啊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守？守不住啊啊，守不住！鱼人去哪？好，鱼人又跑掉了，那下一波兵线准备进去喽，要进去了吗？我这时候觉得可以抠凯撒，因为刚刚没吃凯撒，所以队友都不在，那么滴滴在吗？除非不多狼啊，你凯撒加解 Kelki 变装，或是对，因为刚刚是我跟闪电侠，加上我为什么不喜欢吃凯撒，又反正吃凯撒，所以反正没什么吸血力啊，没什么用的家伙，没吸血，那这样吃凯撒很容易让我嗝屁啊。好，那吃完凯撒再吃一条这个魔龙，那魔龙也还没到深渊魔龙克的、啊，所以还好，自己吃就还好，很快。不然深渊魔龙克的也是要吃很久，那迅速的吃掉，我们就找个一路吧，花田一路来下路兵线呢，直接给他放进去。龙龙跟在我后面，我看到貂蝉开大招了，那貂蝉开大，等一下，好，我现在有这个撒旦之风了，直接碾死 ，OK， 没问题。那鱼人也开大了，这边鱼人想要弄我，那我看到符箓人的位置，先大招，先这个疾走鞋搅起来。那疾走鞋搅起来之后，林地要弄我也不太行了。这边被抓到，等一下，哇，这边大招开起来，好嗝屁，你可以看到非常惊险哦，对方已经推到这个家里的高地塔来了。看到对方的这个谁，好细啊，林地，晕到即死，还好我有这个吸血。撒旦之风还可以活命，撒旦之风还是顺利让我活起来。好，这边先把这个兵呢给洗掉。你可以发现其实到中后期啊，一波倒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，非常非常危险。这提米蛮不错的哦，这个懂抓人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再把兵线给推出去。这打的是惊心动魄，你知道吗？比看这个复仇者联盟那个最后萨诺斯给我被趴过来，那个时候还紧张，你知道？我昨天去看的，前天去看《寄生上流》，好看，真的好看，我超爱看电影的。我最近蛮多电影一直想看，那个恰奇是谁？那个《玩具总动员4》一直有新的片，就是一直有不一样的片就挡住我要去看恰奇。
哦，那再还看什么？我最近蛮想看那个啊 ，Lanky 啊，妈的啊，吉娃娃。我每次跟我女朋友出去，然后就是看到那个狮子王的海报，然后我们都说，哎、欸，看那个，我们去看了啊 ，Lanky 啊，就是他的名字超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要把这首歌唱完，但我也不知道唱的对不对。反正最后我就觉得好像是吉娃娃，然后之后就变成说，哎、欸，你要看吉娃娃。蛮搞笑的，然后这一波对方全力的防守，闪电侠过去有人被冰到吗？没有，哎，林地这时候死掉了，那就不要说什么，不要说可以一个多打扫，但可以看到我们另一只陆客并没有跟上来，那我们的莫拉斯走了过去，那我们这边一直做一个牵制，哦，牵制闪电侠又过去了，这边大招没推到我，没关系，我们来牵制一下对手，那这边的话，哇哇，对方四个人冲过来了。等一下，我们的莫拉再回来刷到对方残血，我这边就觉得明明就是可以多打扫，但是队友就执意去吃别的东西。好吧，好吧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洛克呢，他已经无法无天了。哦，他还有黑暗之士。OK， 原谅他，原谅他。OK， 没问题。OK，No problem，is no problem。好了，那基本上应该啦，就 end game 了。OK， 你可以看到，其实。这套装备我觉得算是整个装备再加上这个疾走灵活度非常高，好，进可攻退可守，对，反正是一个技巧没那么需求的人。因为其实你说大招要不要命中，我觉得如果你出这种全武功攻击装，大招没命中没差，但你如果大招要命中要痛的话，就要出魔防啊魔攻装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也还好，无伤大雅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一部影片到此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订阅一下我 YouTube 频道，也可以到 Facebook 按赞。那么 Instagram 也帮我追踪一下。那么就下部影片见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